Hello， 晚上好，今天来玩《天命二》的最新资料片上线啦，直接啦，每次都只有改版的时候上线搞一下，很多机制可能还是要麻烦一下老玩家来介绍一波啦。角色画面提供了新的模组制定跟装备配置功能，只需要开启一个萤幕即可以轻松查看存取所有模型。哎，是怎样？全部人上1600了，是不是？现在大家都上1600了，超期待回来玩这款的。哎呦，来了，都归位了，是不是？屁大的人都归位了。可是他每次的机制我都那个觉得很多。来了哦，这是那个任务，从熔炉的任务，新的电弧灼烧跟虚空勇气成为传说啊，就选成为传说嘛，因为传说才有这个奖励抑郁防具，对吧？哇，还有1700光等的装备组合包，哎，应该就是这边了吧？那我就选这个咯。来了，感受一下高难度，建议有经验的玩家进行。哼，小看我，我可是很有经验的啊。其实还好了，先打打看，真的受不了的话再找点东西吃。主要的故事都好庞大，黑针之前就没玩了。黑针就是黑针改最多就是那个做装备嘛，对不对？对，装备要练等，然后有红框的装备可以打满，然后把它拆掉弄那个嘛。我也是打了一阵子，但我没有好好的去做装备啦，因为那个真的要打好多、哦。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新入坑也不用这么担心啦，因为你除非追求很极致啊，不然我觉得应该都蛮快就上去啊。因为我开装备栏就会多衣服。我想说你们说什么装备防具，没有啊，我装备还在啊。今天天气比较热啦，那没办法嘛。啊，可以按这个可以回来，没事。不行啊，我过程中会多次更衣啊，大家不用担心。哇，超多黄怪。有装了，暗影幽灵。哇，1608好啊，开升啦，可以开了，开启大门。The traveler and our people. Was it the right choice to follow Osiris? If the witness establishes a link with the veil, it'll be over for the entire system. All of our losses would have been for naught. You've never faced the threat of this magnitude.Even if you stayed, you wouldn't have stood a chance against the witness. None of us would. This is our only hope to survive the witness. 没办法，我的爆衣快件是 F1 哦，这游戏开装备栏就是 F1， 这是必须得一直爆衣的啊。这个空心浮夸。我靠北哦，吓死我了。哎呀哎呀，你干嘛？哦，杀。What was that? 真的 ,What was that? Fruits of an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the witness and Kallus. I feel they'll have more surprises in store. 巨型杀哦。哇，他好强啊！他数了，要打坏人，还没数。他去哪啦？
近战到底要按啥 ？C 吗？I'm relaying my position to you. Make your way to this ship. We need some way to get to the surface. I believe I have a method to accomplish that. Did I detect a bit of hesitation in your voice? No. Oh! My prompt-through stratagems have a high rate of success. Ah!掉那个赵盾，哇，赵盾的好狗啊！哦，好狠点啊！屁啦！哇，这有点难打哎、欸，这完蛋了！我再多试试看吧，不行的话就绕狼。好怕，我就倒闭。好可怕！不要啊！不要！哦，干！哇！不要啊！我害怕。在哪里？哎呀你！完了，干你娘！是啥想？不要了！哎呦！哎，他可以主角啊，是吗？所以就是跟这个老战友们讲一下啦，现在这个新的资料片《光影年代》啦，好吧。今天这个天兵二就先玩到这边啦，等一下换个游戏。